合金饰品变黑了怎么办？合金饰品变黑之后，如果表面已经产生黑色的层膜，可以使用干净的棉布擦拭饰品的表面，擦拭布可以沾一些盐和醋混合的清洗剂。合金饰品表面都是经过电镀工艺处理过的，长期与空气接触会产生氧化反应变黑，可以使用牙膏或者滚烫的浓米汤进行擦洗，也可以将其放在可乐中浸泡12个小时，它含有的碳酸能够稀释变色的部分。还可以买一包显影粉，回家后用干净的玻璃器皿兑上1公斤清水，搅拌均匀，把首饰放入浸泡，约5至10分钟后取出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再用干布擦拭即可。